嗯，我操，可以发兵了。泰坦没开，没游戏还没出兵就开始发兵，可以死一次200块钱，一毛钱抽奖，好吧，不多，不多。为何还不走？为何还不走？我来了，继续点，漂亮，还有机会。算了，我不去了，短了，我有点短，不过问题吧。交了个闪现，他一级学的框的没有用，他只能 A 我耗血，没有用，没威慑力的。小法师好像是没有闪现的，我马上两级了，他心里没数，直接往前压。W 可以 Q A A A W 点蓝 Q A 凯旋回血不死，气不气？肯定有人说出个新史凛冬之路那个套路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科学战斧还是比较肉的，很好。那既然咱们把线推了，那还是老规矩，继续开始投机。这里有个针眼，排一下，没用，浪费技能，浪费蓝。我六级了，这一波我要杀他了，兄弟们不要眨眼。很好，他死了。WQIA 点蓝，再见，直接秒了，直接秒掉，黑线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咱就给小法师借借网瘾吧，好久没有借网瘾了，射塔皮。好，毙了，很好，没用，根本死不掉，毙了。给温恩借借网瘾不用，给小法师借借网瘾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吃塔皮，很好。有大了，很好，他死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他死了。WQIA 直接秒杀，而且对面还交了一手闪现，可以。我觉得你应该不敢吃，不用来，不用来，不用来。我这一波越塔了，我虽然说没有大，但是伤害已经够了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三，算了，再推一波线吧，稳健一点。放峡谷呀。无处可藏。先锋之眼呢？越塔呀，兄弟们，你放这边是什么意思？先推了。每一个平 A 加24滴血，反转。推塔，很好，一塔不要，很好，我很肉，我很肉，哎呀，我跳了，这谁顶得住？蓝没有，乔法师值钱了，我靠，绕一下视野，其实也不用绕了，我们这一波先翻塔。翻塔骗他的技能，好，骗技能骗了，撞一下，然后 QA W 二 A 接可血，秒杀一下，翻墙溜走，双 buff 值得越的，可以，
给他推。这把怎么？哎呦，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闪现什么意思啊？发病了。我们绕个视野，绕个视野，这边墙翻不了，翻墙。不行，上不了。他死了，死不掉。可以，来我。你骂了个 boss 的，差一刀我日你哥，我靠！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翻墙 ，W Q A。大招拉起 AJ 可血，再见，随便杀，帮他把这波线推进塔，他很亏。我看起来可能说没有出什么肉装，但是实际上我很肉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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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蓝，蓝没有，蓝没有，大招一甩没蓝， AJ 点蓝可血，很好，交闪回血凯旋翻墙还追，翻墙不急，想杀我确定吗？ A 可血 AQA 交闪，那溜了啊，别看我没有蓝，但是他想杀我基本上不可能，没闪吧，还追你可能会死，没有机会。好，很好，抠手刀，他妈的把刀呢，等一下我尿个尿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沙弥拉应该可以杀吧，进洞，小逼崽，小逼崽子，然后呢，没事啊，漂亮，再杀一个，不行，听说你很喜欢袋子吧？喜欢袋子吧？又是一句一说起的事情，有用吗？铁子，没有用。偷我很好，买一送一 ，W， 对吧？还有一个，敢来吗？并不敢来。蛤蟆吃了。来，继续追。哟。满血不回家是吧？你他妈了个巴子还想跑，我打死你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扫描一下，偷袭不？和血破盾加 WQA 直接秒掉，这一波你失了没？进洞，很好，没事，死不掉，完全不慌的。什么是战神？这就是战神，这就是战神，还想跑？开玩笑呢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兄弟 ，Ace 溜了，不讲武德，不讲武德是吧？WQA 点蓝，可血，进洞。进个够八，我靠！可以，这一波故意死的啊，有点肉的。刚才的话，感觉第一时间跑，感觉可以跑得掉，没跑。亚麻利，第一时间跑确实可以跑得掉了。你们不抽奖呢？你们抽的话，这抽个2000也无所谓啊。翻墙来了 ，Q 接平 A 接 W， 再见来不及握手，交闪没有用。翻墙 ，QA 很好，咳血破盾接 W 大招拉起。AQA 再 AW 再 A 再 AQ
QA 和血 W 再追没有用 Q Triple Q 夸张 Q 有用吗？什么是战神心里没数。我也走，我进洞。你去什么？飞塔来，飞塔。这个装备还是很强的，来了，飞塔。大虫子把五杀强了，不讲武。漂亮啊！飞塔。飞塔，漂亮！不给你机会。